章子怡生产照首次曝光，素颜状态好。章子怡刚生产完，汪峰陪爸在旁醒醒一个月时的全家福。11日，在最新一期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节目中，章子怡的生产照首次曝光，她和醒醒一同躺在床上，一脸幸福状态，非常好。而刚出生的醒醒则蜷缩在妈妈怀中，小小只特别可爱。汪峰还自曝生产时因有一名护士味道，他便被医生叫去帮忙，荣升了助产师。